们是北京课堂、内蒙古课堂、浙江课堂、安徽课堂、陕西课堂。来，给同学们打个招呼吧，欢迎大家来到天宫课堂，欢迎全国各地的同学们。好，夜冷回路。好，同学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。空间站中，蜡烛的火焰啊，呈近似的球形，而在地面呢，竖直状态下，蜡烛的火焰呈锥形。我准备用球拍去击打一下这一个水球，打不赢你，看看我在太空能不能打赢你啊！同学们啊，在太空啊，开展乒乓球。球有什么不同吗？谢谢老师。看到桂海潮老师在太空授课，作为北航人，我也是由衷感到骄傲和自豪。作为北航首批空间力学拔尖计划的学生，也是更要努力投身基础学科建设，追随航天员的脚步，实现空天报国的理想。再见。